敬礼，加持。哇，安尼好法嘞吼，精神有较好啦吼。安尼恁昨暝困伫遮蒙床，可能顶酷酷吼，可能困袂好势，还佫新蒙床、新枕头吼，所以可能困啊困个安尼吼，袂讲足舒适啦吼。不过较忍耐吼，啊，咱这酒店讲的，佫50分吼，啊，都会当食饭啊呢吼。啊，拄拄啊，讲到这精彩吼，要试讲这个代志吼，因为暗杀你总是要武器吼，啊，武器就是手枪吼，唔免提个长枪吼，哎，无用叫安尼吼，无用叫还唔免吼，那是低估你的啦吼，啊，爱有枪支吼，啊，所以。这个大都人民的兵员吼，这个物件提来给我吼，啊，即马就是讲，什么人要开安尼哦，开枪吼，啊，那你讲，要暗杀吼，真好讲嘞吼，要暗杀嘞吼，啊，要开枪，即马扣扳机无简单哦，这要真大的决心吼，以及枪举的手。啊！伊镜头尾，试落去先吼，即无遐简单。试落去先吼，就是有人爱死吼，迄人无死，啊，就是你死，两种尔吼。啊，所以啊有真大个决心啦吼。啊，所以迄当时，阮三个人啊，呾心情啊沉重嘞吼，那时候要去战场嘞吼。啊，到底什么人要开枪？吼、哦，伊当时我拢30通火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有两个囡仔，吼、哦，有家庭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吴文良先生伊也未结婚，啊，做博士诶研究生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当时讲啊，啊无安尼，吼、哦，4月24日啊，由我来开枪安尼。伊就讲袂使，吼、哦！伊讲你有囡仔，啊有家庭，吼、哦，啊牺牲上大，吼、哦！伊讲啊无，伊来开啦，吼、哦！伊讲伊也未结婚，吼、哦！啊，牺牲干来一个人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迄当时就决定讲伊要开枪，吼、哦！啊，伫即个4月24日中昼时12点，吼、哦！啊，蒋经国。就是伫迄个 Hotel Plaza 吼、哦，伫遐要开始演讲安尼吼，啊，所以透早啊，阮就坐车吼、哦，啊，落去到迄个旅馆吼、哦，啊，伊当时是蔡东营啦吼，啊，可能大家也知影吼、哦，啊，阮坐伊的车吼、哦，啊，去到即个曼哈顿吼 ，New City 呀，啊，落车呢吼。哦啊，落车我想是蔡东营知影讲吼，因为阮无予知影讲要刺杀蒋经国，啊，但是我相信吼伊知影啦吼，啊，所以予阮落车了吼，伊车就驶咧走啊咧吼，啊，尾啊是咧讲，伊甲即个台湾的即个媒体讲，伊驶去中央公园吼 ，Central Park。讲要去找停车的所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找无停车位啦，迄是伊的讲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吼，伊、哦、这老纽约也知影，顺做拍个无停车位，无咧用停车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尾啊，伊就无来啊，吼、哦。代志发生的时阵无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枪呢，是这个黄金美吼，啊，较早我太太吼。哦啊，放伫伊个汗罗巴裤，啊，提到即个旅馆的头前，啊，交予即个吴文良先生，哈、哦，啊，吴文良先生呢，伊就走入去即个旅馆内底啊，哈，啊，迄当时呢，旅馆的大门口拢是政治人员，吼、哦，咱知影美国有足侪系统，哈、哦、，New York State， 哈、哦。诶，这个州的这个
警察、便衣警察，啊，这个联邦政府的警察，啊 ，New York City 哈、哦、，New York 市的这个警察、便衣警察哈，拢伫遐，吼、哦，为个夹夹棍安尼吼，啊，佮蒋经国本身炸去的保镖的，吼、哦，拢伫遐哈，啊，嘛是因为各单位的人来吼。哦啊，所以伊唔知吴文良是政治人员啊，唔是啊，哦，唔知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吴文良就藏伫这个政治人员内底吼，啊，所以十二点的时阵呢，乌头啊车就慢慢慢慢驶来这个旅馆的大门口，吼、哦，啊，人家开门，啊，伊慢慢就行向旅馆安尼吼，啊，行向这个政治人员，吼、哦，行过。啊、了后呢，这个要走入去，伊有一个宣传门吼、哦，要踏入去宣传门的时阵吼，吴文良先生就开始开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拢是政治人员，啊，这政治人员拢是受过训练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有人手举起来，伊边啊都徛警察，都纽约市的警察吼。哦哎、欸，伊看到有人举枪手举起吼，迄、那个警察反应也真紧，随将伊个手呢，佮弄一下吼、哦。所以即门枪拍起时吼，拄拄啊伫蒋经国个头壳顶，差不多差二十公分，拍无着。吼、哦，啊，即门枪拍来了后呢，伊无机会拍第二门枪，因为警察呢手佮杀咧，佮刺落涂骹。啊，因为咱知影，纽约美国人的警察吼、哦、真大汉吼、哦，啊，吴文良先生人细汉细汉，所以刺落涂骹。啊，佮刺落涂骹了后，枪支拍碎了，哇，阵营大乱呐！即政治人员都吼乌白撞啊吼。啊，迄当时呢，毋是毋念讲一个警察佮刺落吼，几领警察拢活来吼。哦个起来涂骹呢吼，三四个，啊，所以我伫这个门口口看到这情形吼，啊，我就冲我去嘞吼，啊，结果我叫警察呢用迄个插棍啊吼，猫一个我目镜破去嘞，都流血昏昏去吼，嘛唔知啊吼，啊，所以结果呢，这个事件奖金我拍无着，啊，唯一流血啊是我。为老的所干了我嘞吼，哇！他个老的老干嘞吼，啊！结果警察呢，甲讲一个我风气嘛吼，啊！吴文良呢又起了头壳，伊个当警察的这个大腿还佫爬起来吼，伊人细汉呐，伊佫酸起来佫徛起来呢吼，伊大声话讲 ：“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”伊讲你莫甲起个头壳吼，我徛起来像一个。男子汉安尼徛起来吼，啊，结果伊画的这句话吼，是迄一天《New York Times》的《Times》的头条新闻，就是安尼写吼，就是伫台湾人的知识分子啊，要刺杀蒋经国吼，啊，画这句话，就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，我徛起来呢，啊，所以等。1970年代，台湾独立运动的声音第一摆呢，伫美国上大的报纸开始报告，哦，就讲台湾人有一个意愿要独立，追求独立，啊，台湾的知识分子啊开始刺杀一个台湾的独裁者，啊，是中国的独裁者蒋经国安尼吼，这个。代志就开始伫国际上呢，啊，开始报道安尼吼，啊，尾仔刷咧，即个电视吼，啊，就拢有报道安尼吼，啊，尾仔阮两个就当场吼，警察就押去押去即个警察局啊吼，押去警察局的时阵，因为吴文良先生伊是开枪的吼。会使算讲是现行犯就对了。啊，我是
冲我去啊吼，伊无啥物证据讲我有参与咧吼。啊，迄当时拄啊有小可落绵绵啊雨吼，我是穿雨衣啦吼。啊，我去冒一个规面拢花吼，到尾伫警察局阁啊送去即个病院吼，啊去填差不多六七针吼。啊，伫病院的时阵吼，咧等护士的时阵，哦，我落地摸摸哇。我落地还阁有一粒枪子呢，吼！我哇，这声歹啊，来做证据呢，吼！啊，打尾啊，那这粒枪子，哎，啊，拄拄有一个护病院内底一个清洁人吼，清洁工塞一个车吼，咧收一挂床巾有诶无诶吼，我较紧将这枪子甲等落去内底吼，啊，无等者去甲警察局吼，互悄悄诶敲着吼，都有证据啊咧吼。啊，结果去到警察局吼，伊查无我身躯啊，我即个钱袋内底证件拢有啊吼，就是无要准备要犯啥物代志啊吼。所以虽然是安尼吼，阮两个拢互美国起诉，就是讲以杀人未遂起诉安尼吼。啊，尾啊过一年了后呢，才开始开庭吼。啊，伫即个中间呢，啊。美国呢，将阮两个即个保释金吼、哦，提悬个，迄当时的美金是20万吼、哦，真大钱啦吼、哦。因为迄当时是一块美金兑40块吼、哦，啊，20万块美金吼、哦，兑伫美国的即个留学生讲个是真大钱吼、哦，天文数字就对啦。啊，结果呢？啊！伫真短时间内底吼，全世界即个留学生吼，大家拢捐钱吼，啊，将我迄个加迄个报销啦吼，报销出来安尼，所以我伫纽约市吼，去哦区啊，头32天吼，啊报销出来吼，啊我们俩是区啊差不多3个月吼，啊有报销出来。啊了呢，第二年就是有开庭吼、哦，开始开庭。啊，开庭，我们娘就是讲，啊，请伊开个啊，所以伊承认讲伊有罪啊。啊，我讲无啦，含我无关个吼、哦，我无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开始即个审判吼、哦。啊，主要就是这支枪呢，也来好啊，这支枪是有登记个吼。哦啊、所以对到这个枪的主人吼、哦，就是一个台湾人吼、哦，姓陈吼、哦，啊，伊也枪来给我的，啊，检察官就对到伊的所在，佮讲你敢有了解吼、哦？啊，你这个枪提过迄个州界啦吼，因、哦、这个联邦法律如讲，你若提过州界的时阵吼、哦，就违反联邦法，会当佮你起诉。吼、哦，我阿姨就真紧张啊，真惊啊嘞吼。伊、哦、讲，但是你若出来作证吼、哦，啊，无必甲你起诉啊嘞。啊，所以伊就出来作证，啊，就一五一十拢讲了对啦吼、哦。啊，我当时敲电话互伊，啊，当时摕这个枪支来安尼吼，啊，是要创啥嘞吼？啊，拢讲了对啦吼、哦。啊，结果这个法庭嘛，里面讲安尼。我嘛有参与这个代志吼，啊，所以有罪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就宣判吼。这个法官讲，啊，你无时无日吼，恁两个人拢爱出庭安尼吼，要宣判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迄当时，阮两个人拢假释吼，伫外口啦吼，拢啊个自由就对。啊，所以宣判迄天呢，阮两个拢宣就对了。拢走离开美国吼，啊，我是走向瑞士甲瑞典，啊，吴梦阳先生呢，我相信伊是走咱加拿大去吼，加拿大吼，迄、那个所在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因美国法律就是讲要宣判的时阵吼，当事人无在场就无宣判呢吼，所以无宣判，阮就走啊呢吼，但是。走了后呢，吴文良先生怎闭落去地下吼，30年，
真长的时间吼，真无简单吼。虽然无互你来关吼，啊，秘在地下三十年，我是感觉伊这个真无简单啊，受真大的苦啦吼。啊，所以三十年后，伊家伫台湾阁出现，吼。啊，我是隔一冬，我走甲瑞典吼。啊，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护，我有请到吼。啊，了后呢，啊，美国向瑞典提出引渡的这个要求吼、啊。所以将我个引渡等于甲美国吼。啊，对于虽然这引渡的过程吼，啊，佫有一段故事啦吼、啊。这段故事要佫讲来啊，真长吼。啊，我简单讲就是讲，这个引渡的这个官司呢。我拍两摆吼，第一摆伫瑞典，啊，第二摆伫英国吼、啊，我拍这个印度官司吼，啊，拢拍输，啊，最后印度转去迄个美国吼，啊，美国法院呢，啊，甲判五年的徒刑吼，讲、啊、你杀人未遂吼，啊，判五年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法官执行就对了，所以我伫美国呢。我关一年十个月哈、哦，美国法律就是讲，你刑期那三分之了哈、哦，就会当申请加刑哈，给你放出来呢。所以我伫美国关一年十个月呢，就加刑啊呢。啊，加刑了呢，我就等于水电哈、哦。啊，当水电政府呢？我要避印度的时候，伊向迄个美国政府提出两个要求哈、哦。第一个要求就是讲，我若伫美国服刑了哈、哦，你袂使将我送倒去台湾，因为因知影我送去台湾一定是死的啊。哦，啊，第二就是讲，我若美国服刑了，啊，随时欢迎倒来瑞典安尼哈。啊，所以我伫美国加刑了，我就。等于个水电安尼吼，啊，但水电重新佫开始哈，啊，我伫海外的即个生活啦吼，啊，所以拢总我伫海外时间将近三十年哈，我伫1991年啊，转来个台湾，啊，因为迄当时我伫摕到迄个水电护照吼，啊，陪个东京清要转来台湾的签证。啊，去请签证的时候，因对虽然真欢迎啊，吼，但观光客要转来台湾呢，啊，就问我讲，哎，啊，你有机票啊无？我讲无咧。伊讲你去买张机票吼，啊，签证就要付我呢。哦，我真欢喜啊，买机票较简单吼，啊，所以去买张机票，我爱签证就甲转落去迄个瑞典的 passport 度咧吼。啊，当然我请的时阵，唔是用地主宅的名啦吼。因为我的 passport 拢是英文啊，啊，所以我就改翻作吼别个名呢吼，啊，所以签证就给我呢吼，啊，我摕着这签证，哇，真欢喜啊！三十单唔捌转来台湾呢吼，啊，会当转来台湾啊呢。结果呢，我第一摆吼啊去到日本，啊，拄着日本的迄个过年吼，啊，真欢喜，我无随转来啦吼。伫遐佚佗两三天，啊，结果这个消息呢传到个台北安尼吼，所以我飞到个台北的时阵吼，伫迄个咧通关的时阵吼，伊迄个 passport 撸落去吼，哎，无代志咧，啊，拍我的生死离位落去吼，啊，电脑就开始死咧死咧，就是讲这个是黑名单吼，用迄个生死离位未改一啦，生死离位做迄个记号安尼吼。我就叫迄个顶关的人来呢吼，啊，我是也未入关啦吼。我迄个顶关的迄个的人来吼，真远路咧，甲叫郑先生啊咧吼。我奇怪，因咧知影我咧吼。我来的消息已经传转去吼，伊讲歹势歹势吼，你这个签证吼是行政疏忽啦吼，伊是讲有行政疏忽啊，用唔对安尼。我用唔到恁兜个代志啊！我这 passport 是真诶吼，啊你签证嘛真诶啊，咁假着？我要入来安尼，伊讲袂使啦，袂使互你入来安尼吼。
啊，所以机场啊，冻四五点钟，袂当入去。啊，最后呢，好，伊就派差不多四五个少年人吼，穿个皮的这个夹克吼，我、哦啊、来到将我呢摸起来吼、哦，要甲关去迄个飞机就对了。哦、我伫遐下面在演几部吼，四五个人我无法度个少年的哩吼、哦，所以将我甲关起来吼，就是冲啊迄个飞机的内底吼，啊个原机甲送登个东京呢吼。哦哦、我当时真受气吼，明明踏到台湾的土地啊，吼，三十年来第一摆吼，袂当入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讲安尼好，啊，无我用我家己的办法转来台湾安尼，所以我伫1991年的六月，吼、哦，我一月迄个工作转去，我六月就转来啊，我转来是经过松山机场吼，安尼行入来安尼吼。啊，我是摕别人的护照啦，唔是我的啦。但是这本护照嘛，技术呢，我找足久，我找到这个吼，人和我差不多啊，身高啊差不多吼，诶，这本护照吼，啊，这个人啊真好心，护照借我安尼吼，这台南县的人吼，啊，所以入关的时候，伊甲看者，我来看者咧吼。伊讲，哎、欸，这有成嘞吼，啊，都 OK 啊，都礼拜嘞吼，啊，礼拜当然是真欢喜啦吼。啊，我隔工开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要找我，哦，你要安怎来找我呢？吼、哦，我是讲，我是台湾人才出世的，我返乡是我的权利，是我的人权呐、啊。回来家己故乡无做啊，哪有做？吼、哦，无签证是你无要我签证啊，毋是我无要申请签证啊。啊，结果呢，国民党即款法律就是安尼啊。伊讲你爱证明你是合法入来，我是合法入来啊，那毋对吼。伊讲无你爱证明，啊，到尾就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啊你是安那入来啊？哈、啊，我袂使甲你讲啊。我那入来，你也去找啊？对，我就合法入来安尼。伊讲啊，无你是临时入来，你嘛少讲者，我嘛袂使甲你讲啊。哦，结果呢，伊唔知我临时转来台湾，唔知我是高雄入来、台北入来、哦、宜兰入来，拢唔知啊，嘛是甲起诉啊。结果呢，甲判刑，讲我违反国安法，偷渡入境。诶，过去这偷渡入境啊，过白虹啦、啊、张灿龙啦、陈婉珍啦，因遮拢五个月、六个月一颗罚金，无代志吼。诶，结果呢，甲判一年，啊判一年啊，诶啊关呢，啊伊当时吼、哦、判一年，你要坐满一年，啊你若判两年吼、哦，坐一年了，你就会当放出来。啊、所以等于给他判两年啊，所以我回来过去去给国民党关一年，足吼、哦。啊，伫台湾呢关一年三个监狱，吼、哦，台北土城，吼、哦，啊，佮徙个高雄燕巢，啊，佮徙个台南的山上，吼、哦，关三个监狱安尼吼。所以我这条线吼，到即马无当脱嘞吼。哦这个回来无做，给我关一年，啊，这条线要给他送套哈，即马还阁套无嘞，哈、哦，所以是真冤枉哈，啊，所以将来民政府啊，爱替我套这条线哈，啊，所以这是大概这个过程啦哈、哦，啊，咱村里头半点钟哈，进入去正题哈，啊，我要讲的就是讲。咱1962年代甲即马吼，咱知影即个马关条约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。1962年代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伫台湾的人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日本籍的身份。啊，所以伫即个年代的时阵吼，台湾人是安那？来表达台湾人的意愿，
安那来努力，吼、哦，争取台湾人的权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啊、麻烦啊，下、一列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哎，下一列。会用着，好、oh, ，OK。啊，我是一直咧想讲，一九二零年代到今嘛吼，哇，已经是真侪年啊呢，比较一世纪啊呢吼。但是咱台湾的命运呢，还佫无改变，经过一世纪台湾人的努力、牺牲、游玩，咱的处境无变啊呢吼。啊，一九二零年代吼，真侪台湾人去日本留学的，吼、哦、去读册，啊，所以因就组织一个新民会，吼、哦，伫东京成立吼，这是台湾的留学生吼、哦。啊，一九二一年，吼、哦，咱拢知影吼、哦，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来成立，啊，这个主导者呢，蒋渭水先生吼。哦啊，台湾文化协会主要就是讲，伫台湾四界，全台湾举行几百场的演讲吼，啊，要来予台湾人了解，提升台湾人的一挂水准知识吼。啊，即马国民党就是咧想讲，哎呀，蒋渭水是国民有参加国民党啦，安怎啦吼？伊是为着即个中国啦吼，硬将台湾咱遮个前辈吼。含中国要加做伙安尼吼，啊，一九二二年吼、哦，有一个台湾议会暨基层同盟会吼、哦，这是迄个日本话啦吼、哦，啊，主要是林献堂先生吼、哦，台中雾峰人吼，伊、哦、来领导的，啊，主要是要争取台湾人会当参与日本。迄当时统治时代，会当参与因的议会，吼、哦、啊，变作因的参议员，吼、哦、啊，台湾人有这个权利，吼、哦、来参政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一九二六，吼、哦，咱知影有一个台湾农民组合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伫屏东迄个方面，吼、哦、啊，江杰调岗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人啊，江杰本身是一个国民党老师，吼、哦。啊！伊辞掉即个做老师来领导农民运动，吼、哦！啊，早期是拢种甘蔗，吼、哦！因为借着糖啊，糖来外销，吼、哦！啊，迄当时嘛流行一句话，就是讲啊，第一讲啊，种甘蔗和回下帮，吼、哦！啊，就是即个农民啊，种甘蔗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一九二七年，哈、哦，啊，文化协会分裂，哈、哦，啊，分裂了后呢，啊，台湾有一个民众党，哈、哦，就是台湾历史内底第一个政党，哈、哦，就是、台湾民众党。啊，一九二八年呢，啊，共产党呢，台湾共产党伫上海成立，哈、哦。啊，一九三零年，哦，就是台湾。主题联名哈啊，林献堂创北会哈啊来领导的哈啊，即个台湾人的运动呢啊，只不过是争取台湾人的参政，哦，台湾人有参加这个政治的这个管理哈啊，并不是要要求啊台湾变成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因为迄当时台湾是日本的这个殖民地哈。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、日本人安尼吼。啊，虽然是安尼呢，即运动中即台湾前辈呢，真侪人和即个日本政府判刑坐监的吼，有遮侪人安尼吼。啊，这是我其中列几个人尔吼，较有名的遮人吼。啊，遮人拢对台湾真有贡献吼。啊，有的是文学家吼。像罗浩先生、杨贵这种文学家吼，啊，政治家吼，啊，其中林友春呢是林献堂的这个孙啊吼，啊，真出色的一个台湾人吼。啊，1934年呢，
有一个太阳电啦吼，因为我本身是画油画吼，即、這个特别吼，讲即个代志吼，太阳电过去呢，台湾人即个艺术家若要出名吼，来参加即个日本东京的地展啦吼，所以因的作品呢，提个东京受到即个日本的日本人的评审委员来评审吼，你才会得奖，才会出名吼。所以即个前辈艺术家呢，认为讲，安尼唔对呢吼，咱台湾人家己来成立一个台湾展吼，台湾人审查家己的作品吼，安尼较对吼。即就是咱台湾文化艺术主体的即个意识一个表现啦吼，即前辈画家吼，真济可能大家检查也捌听的吼，廖介春、李石桥吼，即拢真有名的台湾艺术家吼，李梅秀、杨三郎、陈廷波吼，等等啦，佫足济啦吼，陈廷波是嘉义人吼，228，互国民党枪杀吼，断死安尼吼，即、這个。廖介春吼，伊即个图呢，即马伫国际拍卖会内底吼，一百四张图尔吼，台币拢几来亿吼，可见因当时的即个画图的成就啦吼，是迄当时就真悬啦吼，真悬的即个成就吼。即、這个创画者其中我写一个单笔记吼。这个丹迪奇不是这个创画者吼，因为丹迪奇在1931年就过身了吼，未好人参加这个创画啦吼。丹迪奇是一个真优秀的油画家，可惜呢，26岁吼就过身了吼，是真可惜的一个艺术家呢吼。咱知影1941年吼。太平洋战争就爆发啦，开始吼、日本呢攻击这个珍珠港吼、开始这个太平洋战争吼、迄当时日本的这个台湾呢去到日本留学吼，真济台湾人呢，伫这个战争的中间呢，因拢转战中国华北去啦吼、去华北要创啥呢？因为日本呢，伫华北有成立一个满洲国，吼、这个满洲国呢需要足侪人才，吼、这个台湾人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，吼、真侪拢走去中国的华北，特别是做医生的真侪医生，吼、去到迄个所在，吼、但是因去到中国了后呢，唔敢讲因是台湾人。因台湾人的批数的中间呢，拢用白字哈来做暗号哈，讲因是台湾人哈、所以这嘛真悲哀啦哈、会当去日本呢哈、经过日本去满洲的较无法度去到日本呢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就参加南苗的作战哈，真侪去做军夫的。真侪去做日本兵的吼，真侪去到南苗作战，无转来作战的吼，死伫南苗的吼，真侪人安尼吼。咱知影吼，1945年战争日本，台湾当时嘛是日本的吼，所以是台湾日本战败吼，真侪。去到中国遮的台湾人呢，我认为伊是中国人吼，要转来接受台湾吼，所谓的祖国牌，要转来台湾接受台湾安尼。转来了后，较知影讲两年后开始一个228的大屠杀啦吼，去到中国吼，把中国话出来，即、這个
要替地方做代志的，结果呢，这人照样呢，抬的抬的吼，啊，真济二二八事件吼，啊，去互断死的吼，啊，当然是迄个George克是讲大概有20,000人啦吼，但是真济人认为讲唔念啦吼，唔念死20,000人应该是较济啦吼，啊，因为当时的户口足乱吼。所以这个确实的人数唔知影吼，啊，真济无断死这人呢，都走啊吼。像这个贾雪红、杨克红、戴戴中的人吼，因都走单经过香港，走去中国吼。啊，这个廖文业吼，啊，拄拄也有讲吼，廖文业先生、苏明先生吼，因走去日本，吼，啊，伫日本开始。推动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哦，所以台湾的独立运动，就是因为二二八的大屠杀，台湾人开始觉醒哦，咱不是中国人哦，咱需要家己的国家呢哈。啊，1949年，咱知影哈，这个中国的内战哈，啊，共产党和国民党。相拍，啊，共产党拍赢呢，吼，啊，国民党爱走路呢，啊，所以1949年，啊，蒋介石呢，逃亡哈，逃亡来台湾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1949年呢，蒋介石啊，甲这个国民党呢，流亡来台湾，所以是1949开始流亡，哦，因为1949呢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哦啊、所以是中国的国民党走来日本的领土，是别国的领土，当然是流亡啊！哦、啊所以国民党哈，伊、哦、有两层的性格，啊是讲中华民国两层的性格哈。1949年，伊是流亡；1945年呢，伊是占领台湾。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双层的性格哈。哦占领台湾，啊，甲流亡台湾，这两个性格吼、哦。啊，但是1950年吼、哦，可能咱啊啊稍想一下知影吼，蒋介石逃亡来台湾的时候，第二年，伊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是下野哦，伊毋是这个 ROC， 啊是讲中华民国的什么吼，伊、哦、是下野，已经毋是总统啊。但是1950年。哦伊即摆向往想讲，哎、欸，我要阁倒来做中华民国总统安尼吼，伊、哦、家己讲伊要做总统，啊，所以 ROC 吼、哦，啊是讲中华民国伫台湾，哎、欸，阁活起来吼。1949伫中国已经死亡啊，因为吼、哦、共产党消灭，吼、哦、是死亡。但是1950年伫台湾阁活起来吼、哦，啊，伫50年代、60年代吼。哦啊，因为伊恢复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开始白色恐怖，伊惊台湾人起来反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开始杀台湾人，吼、哦，杀到非常厉害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济种啊，禁声，无爱讲话，无爱插政治，啊，有诶就逃走，吼、哦，走向海外，吼、哦，啊，1952年呢，旧金山合约，吼、哦，开始生效。啊！日本放弃对台湾的一切管理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伫1952年以前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哈、哦！啊，1950、60年代，哈、哦！啊，真侪台湾精英，哈、哦！啊，想办法走离开台湾，去到美国，啊，去到日本安尼，哈、哦！啊，1956年呢？在美国呢，有成立一个 Formosans Free Formosa 哈、哦，这是台湾人的这个第一个独立运动哈、哦，在美国成立哈、哦。啊，1957呢，国民党呢开始这个地方选举，有台湾人选举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知影有啥物新议会、五虎将哈，这些人呢，啊，这些人呢。啊，已经拢亡身啊！哈、哦，啊，1964年，哈、哦，啊，有一个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
啊，这是平明明先生吼，啊，因两个学生为丁条啊，甲食聪明吼，啊，这个所写的自救宣言，伊当时就是讲啊，这个反攻大陆是无望的吼，伊敢咧鼓吹，迄当时是抬头做哦，啊，伊敢咧鼓吹吼，是有真大的勇气，啊，有真大的勇气吼。啊、结果因为这个自救宣言在印刷厂都给调查局的没收去了、哦、没机会发出来、哦啊、等于三个人都抓去关了、哦、1970呢、啊、就是世界大多人民成立、哦啊、这些人呢蔡东营张灿龙这些人现在都回来在台湾了、哦啊1970呢，平明明先生脱离台湾，啊，走去瑞典哈，啊，70有一个气象案件哈，啊，过一冬，1971哈，啊，蒋介石甲伊个代表哈，和驱逐出联合国哈，这哈、有一点要讲清楚，就是讲联合国呢，伊个国语文写个真清楚，就是讲。蒋介石甲伊个代表被驱出联合国，并毋是中华民国驱出联合国。中华民国伊个席位呢，犹原啊，阁是联合国，吼、哦，是干那是蒋介石甲伊个代表，互佮踢出去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即个国民党咧讲，哇，中华民国互驱出联合国，毋是，毋是安尼。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席位里面还有中华民国的名字，只不过他的名字改作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单就是中国，所以他并没有驱逐中华民国。1975年蒋介石死亡，77年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台湾中路教会啊，有发一个人权宣言吼，啊，要求台湾变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吼、哦，这是迄个时代嘛，真有勇气吼，敢安尼话啦吼、哦。啊，1978年呢，蒋经国继续啊独裁统治台湾了呢。啊！1979，恁知影吼，伫高雄的这个美丽岛事件吼，啊！1979年，真侪代志发生了吼，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吼，啊！1979呢，有一个台湾关系法成立吼，啊！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啊！是安那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国内法。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若是一个国家的时候，就不可能有这个国内法，伊应该有一个条约，美国甲台湾的条约，所以不是，伊是一个台湾关系法哈。啊，所以台湾关系法内底呢，伊有一个叫做台湾统治当局，哈，伊无要197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呢。伊个叫做台湾统治当局吼，无要个叫做中华民国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真清楚呢，台湾甲这个中华民国拢唔是一个国家。啊，1986年呢，民进党成立吼、哦，啊，87年这个实施伫台湾实施38年的戒严吼。哦戒毒吼，啊，虽然是戒毒了呢，87年啊，搁抓人，啊，搁咧判刑吼，啊，1989呢，这个郑南榕先生呢自焚吼，啊，啊，1990年代，但1988就开始吼，海外即个主张台湾独立吼，即个海外人开始回来吼。啊，蔡东营、张灿龙、陈东山啦，吼，柯点财、王兴南、李应元，足济啦，吼，
拢转来吼。啊，即摆转来就是讲过去伫海外、伫美国、日本吼，拢讲要拍倒中华民国吼，用一切办法拍倒中华民国呢。结果即摆转来个台湾呢，跳入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底，诶，即个双固吼啊。一个1990年呢，李登辉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啊，伊嘛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哦，啊，这是未通的啦吼。啊，1991年哈，啊，咱知影有一个七八行动联名哈，啊，1996就是。李登辉是第一任的民选的总统，以前还阁毋是民选哦，以前是经过国民大会来选的哦。啊，1996年是第一摆哦，这个民选总统。哦，啊，2000年呢，啊，变啊，洪选做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哦。啊，当然，迄当时就是讲啊，敢若正名就会选啦哦，咱名改一下哦。啊，台湾就变成做是独立的国家吼，啊，其实这未通啦吼，唔是干那改名诶问题吼，台湾都有法度建国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伊虽然这款主张吼，结果呢，啊变啊即马啊，搁往拍来乌罗吼，对哦，中国人咧关安尼吼，啊，咱知影2006年。啊，林志升顶哈，即个先生哈，啊，开始控告美国政府哈，啊，伊安那控告呢？伊是讲根据旧金山合约哈，啊，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既然是主要占领权国呢，就应该有即个对台湾有管辖权，哈。啊，依据这个美国的宪法，伊是海外吼，台湾是海外未合并的领土吼。啊，伫这个领土的顶端的台湾人呢，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吼。伊这个论述是安尼讲吼。啊，当然这个论述是啊 ，Richard Hudson 吼，啊个林志雄先生。哦，即几个人提出来主张吼，啊，佮敢向美国法院提出告诉吼，啊，来证明伊即个论述吼，哦，是正确的吼，哦。经过三年呢，啊，即，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一个判决，吼，哦，啊，伊确实伊承认吼，就是讲台湾过去60几年来，吼，哦，台湾人民呢。都生活在这个政治联合里面吼，啊，无有一个一致认知还是承认的政府吼，啊，无人甲伊承认你的政府啊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，无确定的这个地位吼，哦，咱伫国际中，唔知咱是国家啊，唔是国家啊，咱是虾米物件啊，唔知影吼，啊，但是呢，虾米人？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吼，伊讲这是政治问题啊，司法呢无法度来做这个判决呢，啊，所以根据这个啊理由呢，什么人有法度行使对台湾行使主权，法律无法度来认定，啊，所以将这个啊告诉呢啊，唔是甲你驳回。伊就甲你讲，伊个结论就是安尼吼，啊，结果你会使去上诉安尼吼。啊，伫即个之前呢，有真济美国一再发表讲，台湾毋是国家，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吼。所以即马讲就是讲，即个。控告美国这个案件吼，予咱一个真清楚的一条路，就是讲台湾问题呢，要经过美国
的行政单位啊来处理哈，啊来厘清讲，什么人对台湾有这个啊管辖权啊？根据《旧金山合约》应该是安怎哈？所以咱即马足清楚啊哈，啊到问题要哪来解说？啊，即马伫网络顶端哈，啊，佫有一个新的这个论述啦哈，啊论述就是你讲。啊，台湾美国管辖权，但是呢，台湾的主权、有权呢，伫日本天皇的手内，吼、哦，就讲日本天皇对台湾的主权啊，佮拥有，啊，但是伊这个管辖权呢，伫美国的手内，啊，所以台湾问题遮尼啊复杂，所以真歹来处理，就是讲主权伫日本。管辖权伫美国，啊，拢无人要管吼，啊，变做这个代志拖六十几年啊，咱台湾的这个地位啊，佫无法度解决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马最后结论就是讲，咱遮论述吼，啊，真清楚，甲咱指出一条路，啊，咱确实这条路要安怎行吼，主要是靠台湾人。的这个力量，我一再在强调讲 ，people's power 哈、哦，台湾人民的力量。这个论述，然后一声就好哈、哦，一声的台湾人来认同，我想一股力量都发到起来哈、哦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较经过第十六届的这个演习了了哈，咱这个了解这个论述的人。啊，佫足少数，啊，所以咱经过即个讲心吼，咱等于咱家己的所在，咱来讲哦，咱的朋友、亲情、家己的亲人，大家来了解台湾的地位是安怎吼。啊，即论述然后一声人了解的时阵，台湾即个问题真自然呢会得到解决安尼吼。啊，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，啊，大家也腹肚枵啊吼。啊、所以我想是过三分钟，若有问题要提出的人提出吼，啊，若无，咱就来结束安尼，安尼好唔好？敢有啥物问题要讨论？好来，请，系，碧海一定是有啊，一定是有碧海吼，啊，所以。当然，这个代志，我老母是车祸过身啦吼。但这车祸，我相信是国民党在做的吼、哦。因为车祸了，我老母无随过身啦，送去诊所的时阵吼，诊所无要给做急救，啊，所以老啊上济过身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一定是。内底有原因啦、啊，啊，本来讲上诊所上起码这急救你爱做啊，啊，无做，就是安尼过身的吼、哦。啊，佮我兄弟也拢袂当出国，吼、哦，这拢有关系啦吼。哎、哦，啊，佮有其他问题无？啊，若无，咱就来准备食饭，安尼好唔好？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起立。立正，行嘞，请大家留卡用餐。